我有甲你斟一寡什么汤，趁烧紧啉落。娘，以后才啉换，你先去困，莫管我。你即马拢着无闲啥？无啊。佫讲无，啊！你是安怎，逐工无闲，甲三更半暝才倒转来？你是毋是无想要看到我？啊，是因为你即马已经是一家之主？ 嫌猫姐做阿娘啰嗦，我看，若不是玉凤伫咧厝的，你连转来都无爱转来啊！阿娘，你看到去遐创啥？安怎？我讲伊几句啊，你都无欢喜？你敢知影？你无伫的时阵，玉凤一直探听飞龙的消息。有种代志？ 是啊，你到底把飞龙藏伫咧倒位？我甲规地一个最安全的所在。人讲鸡卵壳肉嘛有香，我都唔信，你会用甲藏一世人，袂予人知影。莫讲一世人，就算讲后世人。 我嘛无法把人找到伊。玉凤，你只想免想要搁看到飞龙，想袂到飞凤的心肝变到这恶毒。啊！你讲几波？啊，到底是甲飞龙关伫什么所在？ 是安怎？ 你连我嘛唔肯讲，你是惊我死鬼个乌白讲，还是惊我甲你出卖？你唔讲话，你就是唔相信我。你连我这阿娘，你都唔信。哦，那安尼我出来去，我拢卖管你的代志好啦。阿娘，是要去倒啦？你的代志唔爱互我管，我的代志嘛唔免你管。 你莫生气啦，你想要知吗？我就甲你讲，我即马甲飞龙规田古狗尾破出来底，你唔要烦恼。五狗尾，迄块个青山拿来，爱有厝啊！你问我做要创啥？飞龙，我只有人甲顾着的。飞龙，你一世人。 免想要活咧家己开啊，一直到死为止，我拢爱待伊啊！我答应甲伊成亲，但我你会平安。啊，袂用的，你袂用的成亲了，玉凤。你敢袂记啊？你是我的家后啊，哪有酒醉过？你敢袂记啊？咱一世人。 不管跟我讲，我困难，咱拢袂当分开的啊！飞龙，只要会当过一关，咱就会离开这，永远到底。假使世上无缘，等好心哦，我永远拢会当找到你，咱就到底做好伙，记得袂当袂记的。
你那个提，都写落山卡。你冒着性命的危险，爬来这么高的所在，绑这条手巾啊！你到底想要创啥？ 我现在非常知影，我并不甲伊放袂去，我会坚强活落去。玉红，玉红，干嘛？我伫遮，玉红。 玉红，你起来，我的声音，我伫遮。玉红，我敢会当你来到遮，但是继续落去，非常的真歹看。我甲你保证，伊来咧食到真好，睏到真饱，身体就勇健。玉红，我伫遮。玉红。 叫你叫我这么大声的，就表示伊的心情就好。你放心，为着你，伊会好好活落去。你即马，等到我来转啊吼。 秋君啊，那也无看到秋君啊。对，玉红今日发现，所以把秋君啊藏起来。玉红伊并无放弃，伊无放弃阮两个人的感情。 我勇敢活落去，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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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勇敢活落去。
规暝拢在外头走，莫阁热，咱来休困，好不好？我要从头上热好整齐，我要去看万里，去看飞鸟。你生甲飞鸟，拢已经死啊！我知影你心内真痛苦，你若是艰苦，你就哭出来，你莫安尼，一直笑。你若是不笑，我心看来就愈艰苦。跟你讲话，你是有听到无？你莫安尼，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心内，你会当讲出来。你想要哭，你就哭；想要骂，你就骂。你会当将你对阿爹的怨恨，拢总拢讲出来。我会伫你的身躯边陪你，阿娘。你看，我头髪乱安尼，是毋是足水的？心肝内有偌艰苦，我心内话，拢无人会当讲。你千万个别讲。唔知有啥物代志吼？我是要来找玉凤啊。玉凤？是啊，伊敢有伫个？伊人无伫个呢。请问是去倒？啥物时阵才会转来？伊敢毋知玉凤已经嫁回国？回国不准我将这代志讲出，我是要安怎讲才好呢？你来找玉凤，唔有啥物代志哦？无啦，我只是足久无看到伊，想要甲伊开讲者。哦，爱人去武馆呢。那呢，我来武馆找伊，多谢你。稍等下。
南秋姑娘，我听玉凤讲，你甲惠哥的感情袂歹，是毋是真实的？无啦。但这也毋是歹代志啊，有啥物通我歹势？我是爱要知讲，惠哥是毋是好好来对待你，伊是毋是对你真好？南秋姑娘，敢讲我讲唔对话是？南秋姑娘，南秋姑娘，你是安怎？讲到惠哥，你遐尼艰苦，敢讲已经知影惠哥带玉凤的代志？唔对嘞，假使伊若是知影，伊就别来找玉凤啊。阿爹。你叫我阿爹，我受动不起啊！阿爹，你要这么客气？我无跟你客气。我今仔来，是有件代志要跟你问清楚。有什么代志？你做你讲。你跟严秋姑娘，两个人感情到什么程度？我跟伊根本就无感情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，你无骗我。爹，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甲严秋姑娘的这感情，玉凤有甲我讲，讲伊对你足关心的，你也对伊真好，我相信玉凤伊袂骗我。那是以前的代志。既然甲是以前的代志，也难的，为什么伊今仔会去找玉凤？什么时阵的代志？你甲玉凤讲啥？这就是我想要问你，你娶玉凤的时阵，玉凤是靠闺蜜，伊不爱花钱，伊勉强才来嫁。为何？你这么双脚踏双船，敢讲你袂爱帮阮玉凤煞是？阿弟啊，我敢爱玉凤一个人。你竟然敢爱玉凤一个人？你为什么你娶伊，你该成亲的代志，惊外口的人知影呢？你唔通想讲，我唔知你心内在想啥。严秋姑娘是总兵大人的千金，总兵大人你我拢得罪袂起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惊总兵大人？你的命，你的字，你个你的款式，拢成总兵大人给你。但讲你唔惊死，我惊你的成就是我家己拍命来，我什么人拢唔惊。杨秋到底是对你讲什么代志？无啊，伊家问讲玉凤在什么所在，我甲伊讲玉凤在武馆，其他我拢无讲。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，你有啥物怨道，你说你讲，我会常常听。玉凤，多谢你，我着知影，我无看唔着人。虽然我知影惠好以前对你有真好印象。也毋过即摆，我会当挖苦，敢若有你一个。我相信，你绝对袂对不起我，对无？玉凤，我阁想要请你帮我探听，探听，探听啥物？探听惠好，伊是毋是有别个查某？还是讲，伊是毋是去介意着什么人？惠好的代志，我无清楚。你会当去问恁阿姨啊？
是惠惠安娘，伊一定上清楚。玉红，你帮我斗三工问看卖。到底是安怎？敢讲你无想要斗三工？你只要开嘴就好啊，敢有什么困难性？玉红，我拜托你。 我做家己是机会啊！我拜托你，你定下甲斗相共，你定下甲斗相共，我求你！你是创啥？惠浩，你莫喊遐冲动好不好？玉红，我的代志你免管。惠浩，你莫发性地啦，我只是……有啥物通我讲？你即马马上离开阮家，我不准你搁再来！我，你无听着？ 杨秋，好，杨秋，好，杨秋来找你，到底跟你讲啥？跟你讲，讲有效。伊讲的都是对你的感情，对你的思念。假使你敢有一点点良心，你就无应该辜负伊对你的感情。我无爱伊，我嘛无爱你。我跟你讲，你若是继续伤害别人，总有一天。 你也有报应。慧娘，妈咪，我妈咪是到底好了？ 你还为伊这样痛苦，你还为伊在起笑。惠娘，你若是艰苦，你就哭，你莫笑，你哭，你哭啊！曼妮，我不是曼妮，我是惠英来，曼妮已经死啊，已经死啊！ 你为什么要变关心你这件事？你处理，你处理，我不会再看到你，你处理，你处理，你处理。惠娘，惠娘，我妈咪已经死啊，你何必为着一个死去的人，搁来跟我作对？但以后。 咱们今日只要久久长长，果然，为头搁开始好。我永远都不会再看到你，你无血无目屎，你无心肝，你实在是我的后生杨秋，我永远都不会看到你。 我是台西你的好心乡亲，你敢有想过吗？你敢有想到咱的查某囝？你敢有想到杨秋？伊就是为了你的代志，用头革命。你敢有关心伊？你是阿娘，你敢有想过吗？你敢有想过吗？你家己做的，你有啥物资格骂我？
剑秋。阿娘，是的，阿娘对不起你。阿娘，你好啊，你平安无代志啊？我真是做烦恼的，是的，害你为阿娘烦恼。阿娘，来，站起来。阿娘，我知你心内有真多痛苦。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你都看较开的，莫想遐尼多，好不好？舅母，我有一个消息要甲你报告。有啥物代志，明仔再讲。因为这个消息甲恢复关系，我想还是当着杨秋的面头前讲比较较好。恢复有关系，是啥物代志？我今仔日有听到风声，听讲恢复甲人申请啊。真是有这种代志？伊是要甲啥物人申请？伊的表兄妹林玉凤啊。你是听啥乌白讲啊？若是讲别人，我无得卡，还会相信。也不过玉凤，我是绝对袂相信。我无乌白讲啦，也不过外口确实是安尼风声。二兄，我知影你真怨杜飞虎，所以你才会讲这有诶无诶来伤害伊。也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头拄仔去找过玉凤，若真是有这款代志，我相信伊绝对袂冤枉我。李老。你去查清楚，若是真是有这件代志，我绝对无要帮你耍。是。啊！啊！啊！别个爸，别个爸，你敢爬下去，我会死啦！知影听，就爱乖乖听话。等下验手来的时阵，我问一句，你就爱应一句，知无？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，真好。啊！你两个是在创啥？紧把门放开！紧放开啊！爹，阿伯，阿伯，你有要紧无？哦，杨秋，我已经查好清楚了。林芳春，你讲玉凤是不是应该恢复申请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是当时的代志咧。前个月啊。杨秋啊，啊你拢有听到？这是伊亲嘴讲的哦。袂怕干你，你讲乌的，伊敢敢讲是白的？我无小甲假是一个，啊，伊哪有可能都是讲啦？这件代志，你免阁查了，我家己会调查清楚。哎，杨秋，杨秋。那我冇看到玉凤，你今日出什么代志啊？刚才我都想伊咧。我就知影，玉凤绝对冇可能遐尼好心。
玉红，慧玲，你看到我无？玉红，慧玲，我伫家啦，慧玲。玉红，你安怎啊？玉红，你看，大公用飞龙是要判死刑的人，你是我的家啊！你快背后甲伊偷来暗器，并且我当替你死罪，你送去淡水给浸池人。你想我甲我杀死，甲你做阿母，我甘愿死。我是将黄飞龙的头斩来，我来对付你。慧玲，别啦！你别安尼对慧玲啦！慧玲，你今天要放我出去！慧玲，你放我出去！你不要紧放我出去！紧放我出去！紧放我出去！你紧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玉红，玉红，你回来啊！玉红，玉红的心情不好，要我入去给他劝劝无？见小东生气，伊去输给静玲，伊搁对我生气。惠好，感情的代志无道理通讲，你袂用个用强的，阿娘是有经验的，嘛有受到教示。你千万都唔通，甲阿娘同款失败。阿娘，阿爹的事你忘唔掉，你对阿爹的感情你更加忘唔掉。唔掉的是，一个破坏咱家庭的人。黄飞鸿，你这么搁想要创啥？我咧见你的好朋友啊，多迪、天九、甲面秀，这久无见面啊！哎，人咧？伊人咧？他放屁啊！放屁啊！别动！面秀、多迪、天九，飞鸿，飞鸿，免着急，去到伽马兰的时阵。恁就当逐天见面啦。飞鸿，师傅人呢？那么跟你到底的？是啊，师傅嘞。师傅总比富人抬死啊！我跟你拼啊！飞鸿，你到底是人啊？不是啊？你哪会当安尼对付你家己亲生阿爹？有哪点不是我抬？我是去救伊，是半路去予总兵富人抓着。是伊，真正害死阮阿爹的凶手是伊。若不是你叫阮阿爹逃走，阮阿爹袂死。你别狡辩啊啦！我用脚头、心嘛知影，是一定是用你个做命人你害死的。恁两个人拢卑微间，做一个报应。你不是人，你是自私啊！你敢拍走人，你过来创啥？好，恁跟我求恁，既然安尼，我给恁一个机会，跟伊先透开。恁啥物人想要对付我，就恁来。走，给我回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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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拢是孙兄弟的感情，放走！我死甲你死！我若死咧，你嘛走袂去。你心爱玉皇咧，敢讲你袂烦恼，也安全。飞龙，别再打扰你走！你紧走！我啊，飞龙！你紧走，这是命令，紧走！紧！飞龙！别走了，飞熊，你咬伤个怕死了。你紧走！飞龙！走了，我不要紧啊，紧嘞，咱紧走，紧嘞。明秀，你伫做啥？起来走啊！飞龙一人伫遐太危险啊，飞龙一定袂放伊煞，我来找伊。明秀，明秀，你即马倒去，飞龙一定袂放你煞的啦。你若是要去哦，咱大家做伙去啦。明日啦 ，Thank you。你三个人哦，先找一个所在避起来。咱即马阁带彩云转去，伤危险啊！我无要紧啦，你若是要救飞龙兄哦，你走你去，莫管我。哎，袂用的啦，咱大家莫阁冲动啦。飞龙的命令，咱大家听伊就对啊嘛。啊，不过飞龙。好啊，明秀，我看吼，咱去找一个所在避起来，再来想办法啦。好，行。咱两个兄弟，趁一个机会好好开讲一下。我问你，你敢会后悔伫来阮吴家？我可从来都无后悔。甲我阿弟阿娘相认，我嘛从来都无后悔。即个生就叫洪姐将了好查某囡仔。你只是遗憾，给我一个兄弟对无？你敢不是同款？敢要讲给我一个大兄？你敢会怨恨我？对是要离开的人来讲话，可能有什么怨恨的？果然是英雄。连要离开，阁通叫你漂白。飞龙，假使因为我离开，你通从今以后莫阁再扣分，那你我离开嘛是有价值。玉皇呢？你有啥物交代？没。安怎对待你比我更加清楚。你讲话口气，那个以前完全拢无同款，变个这么软。你认输啊？你认输啊！你认输啊，对吗？我赢！我赢！你无赢，我嘛无输。你这是好多输不起。你都输未起，输未起，等你就知影。大人，物件摕来。这是要给你的。
要你伫家骂人内底，无白走。我要甲当作破烂共款，送互你。你想要创啥？你想要创啥？你想要创啥？